我饿了，来喽！小胖开饭了。胖，这上期视频好多小伙伴问你能不能挑战一整天只吃各种肠，而且是鸡鸡冒油的那种。那也太腻了。那什么呢？小伙伴们都说了，只要挑战成功，他们带着所有的同学用脚来给你点小心心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就爱吃那鸡鸡冒油的。安排早饭，给小胖来盘俄罗斯小盘肠上小尿。哇！滴了嘟嘟的，这小肠肠是真香啊！午饭给小胖来盘鸡鸡冒油的油煎肥肠上火鸡料，这大肠又腻又辣，媳妇儿我整不动了，早就给你准备好了。牛河啊，这酸酸甜甜的还挺好喝。好喝呀，就对了，这边可是好望水家的望山楂气泡果汁，这个果汁啊可是零色素、零香精、零防腐剂、零脂肪，无任何添加，而且啊他家还有望桃花、望幸福好多口味呢，怪不得这么好喝。啊，爽。晚饭给小胖来几根黑乎乎的鳄鱼肠，是真黑呀。火鸡小料不能少，今天吃的真是荡气回肠啊。